老公，我不许你提他，行不行？行，行，绝对不提他，我绝对不提他，是不是？王美丽，冲你！王美丽，那我们也应该念我。说，我把这个王美丽的孩子给他送去以后，我就往回走。他回来的路上特别想你。完了以后呢，路过护城河边，你猜怎么着？一辆中巴车要撞我。我往左躲吧，他往左追；我往右躲，他往右拐。我一想，我跟司机也没仇啊，干嘛要灭口啊？对呀、啊。我一想，完了，我躲不过去了。我往马路当间一躺，我脚一蹬，眼一闭，我想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哎呀，往下说。后来他没压着我，从我身上嗖的一下飞过去了，感情不是冲我，冲谁？河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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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护城河。嗯。后来呢？掉下去了。后来呢？后来冒泡，咕嘟咕嘟冒泡，几大泡。赶紧救人呐！对呀、啊，这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跳下去了，有一个小伙子也跳下去了。这时候好多人脱了衣服脱了裤子就往下跳。我说你跳吧，我给你收着。有人把手机手表一扔，我说我给你收着，你下去吧。他们就下去了。那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看他们跳下去一个没影了，跳下去一个没影了，我就跟着跳下去了。啊！你不知道你不会水呀、啊？我是下去以后才知道的。下去以后喝了好多水。喝了多少？有这么两桶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被送到医院，然后我就回来把东西拿着，赶快就回家了。后来呢？完了。完了。怎么了？完了，你完了。我玩什么了？哎呀，原来电视里说的那个人就是你啊。我上电视了。你都成新闻人物了，电视里一直在演你的事儿，而且是滚动播出。过来啊，你自己看。没我呀。延缓了一下比赛的节奏，又是一个突然的变线，小脚就被打门扑进了。没我呀，都播过去了。我来跟你说吧，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，找不着衣服，找不着鞋，找不着手机，找不着钱包，感情都在你这儿啊。对，在我这儿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人家以为是你偷了。哎呀，人家那是见义勇为，你是见利忘义，遭人唾弃。我没法跟你过了。这不干嘛不过呀？我好不容易花那么多钱取回来的。我说你别，谁呀？这是我是这种人吗？你是不是这种人咱们说了不算，反正大家都认为你就是这种人，对不对啊？这时候就别互动了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？谁呀？我去找他。你去，出了门就有人抓你，手铐在门口，就等你伸手。